汤吗？要汤吗？要汤。要汤泡米饭呢。哎，烧鱼，你看，放进去。汤。拿来就够了。弟弟，那个不是肉多吗？别拍了，我吃东西。吃饭都要拍。我哥哥这个人有回汤包子。对，这边吃的最少。多吃点知道吗？吃也得吃，你扣工资，反正今天没法呢。我还这样，你把这块瘦加走吧，你把这块瘦加走吧。看你哥哥对你多好。你怕什么？壳吸吧，吸完了它。这是壳，吸把黄吸完了它。给一下子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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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壳你就别吃了。有青岛人不？我觉得那些直播吃东西的人真是。拿多少钱雇的？不是，我要不然我不能伺候他。咱都不帮忙小弟弟，你看小弟弟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个大盒子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认真呐？我认真把这块肉扒出来。论吃这个事儿，没有人服过凡子，我跟你说。看这双下，不是凡子没有服过别人。没变，行，大哥，看没看？
看到？看没看到？关王者，我要看他到底有多少肉。那母那母王者，什么叫王者？从小就把这白酒放上了。就喜欢吃生的海鲜，所以就决定先吃这个。我突然想回家了，我知道。